看看新闻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因演唱英文歌曲成名的台湾地区爵士女王王珍妮于3月4日辞世，享年63岁。日前，她的家人为其举办追思会，王珍妮生前好友游鸿明、黄维德等人纷纷现身，送她最后一程。与王珍妮相交十几年的好友游鸿明在接受采访时尤为感慨：“认识她十几年了，可是她还是这么爽朗，然后这么的这个讲话这么铿锵有力啊，而且对生活是充满很乐观的一个见解。可是我实在没想到，对，没想到她。”身体会出状况，祝福他，在现在过得很好。